确实今天的盛典依然能够看到很多让我们心动的偶像们。爱生活爱拉风，我们再次感谢呀拉风的独家冠名，也再次感谢腾讯微博、腾讯视频、腾讯娱乐对本次盛典的大力支持。电前的观众朋友呢，你可以编辑 A 加喜欢偶像的名字发送到10660122688，有机会获得由拉风集团所提供的 iPhone 4S 手机。其实现在我们这个除了电视以外，还有一个特别的渠道，越来越多的从网络上收看一些我们喜爱的节目。好，那接下来要揭晓的荣誉跟网络有关，马上要揭晓的是偶像三十年明星微博人气艺人，有请荣誉揭晓嘉宾人气偶像林志颖，还有腾讯网副总经理、副总编辑王娟。帅帅哥一起颁奖，我瞬间体会到了身为粉丝的幸福。仲天俊你好，仲天齐你好，大哥，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之前我们在安徽卫视有播了一部戏，然后是什么戏？我考一下大家好了。我等一下，我数一二三，你们一起说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没错。那大家想不想看《放羊星星》的续集呢？好，既然想，就把这个难题丢给安徽卫视吧。好，接下来先搬好。那现在那个亚洲偶像明星微博人气艺人入围的有。亚洲偶像明星微博人气艺人入围的有范玮琪、蔡卓妍、戚薇、安以轩、荣誉获得者安以轩。安以轩以及清新的偶像剧角色积聚了超高的人气，在网络上也拥有大量的粉丝，其腾讯微博有近1000万听众，是名副其实的微博人气偶像。恭喜安以轩。哇，今天其实我真的过得非常的开心，首先谢谢安徽卫视，然后可以让我在这里领这份荣耀，而且非常谢谢腾讯，因为腾讯的微博呢可以这么直接的跟你们分享每一切，可是以前只能透过简单的文字跟图片，现在呢有了腾讯的微信，我可以用说的，未来的日子里我会不断的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一定要继续努力，继续的爱生活，然后爱拉芳，谢谢你们支持。
来生还要一起走，也许有留半个路，没有岁月可回头。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，让你我不小心又相信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不痴情散多真爱，风呀给风呀给，但求有三岁工作证。接下来，郑少秋、赵雅芝、林志颖、林心如、陆毅、何润东、萧蔷、古巨基、贾乃亮、李小璐、陈建斌、任泉、佟大为、汪峰、周笔畅、马景涛、叶童、周海媚、何晟铭、陈思诚、张杰、蔡妍、黄日华、马里奥、韩彩英即将登场。黄日华说，他出道已经30多年了。敢请教曾大哥，您可以透露一下出道多少年了吗？我40年了。对对对，真的，现在我觉得是新人辈出，可以说江湖上演艺人才越来越多了。对，出道越来越早了，是有2岁就出来的。对呀，多厉害！2岁就赚钱，我们2岁的时候还在吃奶。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请的就是一位小童星，来自宝岛台湾，出道6年，现在8岁的小小兵陶云金，以及《甄嬛传》里大家非常熟悉的安陵容的饰演者陶欣然。他们接下来为我们揭晓的是《偶像30年》经典童星及最佳海外艺人的双项荣誉，有请三位。小小兵。可爱的，你看小小兵。今天能和二位站在舞台上，非常的高兴，也特别的开心。
站在我旁边这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小小斌，跟大家打一个招呼。大家知道办公室想我们好，非常的可爱。为什么会把小小斌带到舞台上呢？我们有一个内涵。在揭晓这个奖项之前呢，我们栏目组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当红明星的私房照，也是独家的爆料。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明星，一起来看大屏幕。周笔畅，还有谁呢？古巨基，古巨基，林志颖，志颖，还有谁呢？曾志伟，哇，真是太刺激了！我刚才看到两张照片，非常的感动，一个是林志颖大哥，真的和小时候一样，还是这么的可爱，这么的帅。还有一张就是曾志伟大哥，小时候跟现在一样。曹云金，我不同意你的说法，我觉得曾志伟大哥和林志颖应该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出发了，不过跑着跑着你就落伍，落得比较远了。对呀，对，差太远了，跑着跑着落队了哈。我们也说了不少了，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明星和嘉宾入围亚洲经典童星。亚洲偶像经典童星入围的影，亚洲偶像经典童星荣誉获得者是关凌、小彬彬。恭喜两位。曾经带给中国观众无数笑声的经典童星关凌，婚后首次露面的她，今天又将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？小彬彬三岁以又见阿郎出道，四岁凭星星知我心红遍亚洲，今天为他献奖的是他的儿子，新一代童星的杰出代表小小彬。小小彬颁给他爸爸小彬彬。快把宝宝也培养出来，谢谢，恭喜，没问题啊，恭喜关凌，恭喜小彬彬。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揭晓的是亚洲偶像最佳海外艺人，我们请看大屏幕，入围者有亚洲偶像最佳海外艺人，入围的有中野良子、马里奥、韩彩英、利威廉、张娜拉、范文芳。获得亚洲偶像最佳海外艺人的有来自日本的中野良子，来自韩国的韩彩英，来自泰国的马里奥，来自新加坡的利威廉。祝贺大家。阳光天使中的中野良子，豪杰春香里的女中豪杰韩彩英，亚洲荧屏上的泰国面孔马里奥，天国的嫁衣中的利威廉，恭喜四位亚洲偶像荣登亚洲偶像最佳海外艺人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彩。
小时候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就像海里长泽。谢谢，创造真优美的未来。啊，在这里要感谢安徽卫视给我领这个奖，我要趁这个机会跟我的所有的 fan 讲，谢谢你们这几年的支持，我会继续给你们看，拍好的戏给大家看，非常开心，谢谢，谢谢。